针对大户型用户，一个路由器很难覆盖全家。因此我们研发了基于电地线的传输芯片凌霄5630，它采用了全新的基点 HN 协议，可以实现理论一个 Gbps 的高速组网。传统的电力猫主要依托电线上的火线和零线来进行数据传输，各种家电产生的擦膜噪声呢，会大大影响它的传输效率。因此我们创新研发了 PLC Tubo 技术，通过调节信号的强度和反转信号的方向，让火线和零线上的擦膜噪声尽可能的相互抵消。同时我们使用更干净的地线来减少共膜噪声，增强了信噪比，组网性能可以提升50%到120%。